5月18日，创造101中人气颇高的五位选手吴宣仪、Yami、杨超越、孟美岐、强东岳参加成都某活动，但是因为粉丝太多，心肠太过火爆，难以控制，活动最终被迫取消。而几人在离开时因穿高跟鞋走路不习惯的村花杨超越一路被孟美岐牵着手，两人的关系真的是十分有爱了。不过因为不会穿高跟鞋上热搜，杨超越真的是实力红了，真实的可爱。现在节目创造101可是超火的，节目里面100多位小花们互相 PK， 虽然有些残酷，但这却是正是他们自己的必经之路。节目中的杨超越由于来自村里，所以平时的她很节俭，她的衣服一般都在某宝买，每件也就是几十块钱。有细心网友扒出村花某宝同款 T 恤35元，同款鸭舌帽22.8元，村花一柜子的衣服可能还比不上别人的一双袜子钱，但是村民们想说的是，衣服便宜那又怎样，村花颜值高呀，肤白貌美大长腿，什么便宜衣服都 hold 住。